一觉醒来，我还在这个鬼地方。我可不敢再飞国际了，每次一到免税店就忍不住动手。看来还是节俭一点好。现在是用贵妇品牌，老了以后用什么呀？云云哥，用贵妇品牌的人怎么会老呢？瑞瑞，走了。谢谢。小乔，我们认识。高子睿，你还来过我生日呢，你不记得了？月月，不好意思，他认错人了。高子睿啊，不是，不是他。这里之前最后就是跟他在一起，他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按服务员。乔乔啊，那天晚上你应该是喝多了断片了，要不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你和你的闺蜜何雨林一起来陪我过生日，然后你那个该死的表姐林佳不到十点就打电话催你回去。你又要走了？走不了，心里有数。我就只好把你送到门口，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你，就这样看着我，然后我们彼此都觉得就是今天，就在此刻了。我就拉起你的手跑回酒吧，我们一起进了性别友善厕所，然后我们就……然后呢？然后就这样了。然后呢？还然后？这公共场合不太合适吧？然后就……是这样吗？你想起来了？不是，怎么会想不起来呢？